满地鞋野花蹦蹦蹦。欸、小姐到了，可以下来喽。我这一台最底下那些东西不要买哦，那我的。最底下。你是偷吃东西？没有，我现在想说要不要一整车直接开去开去。没有啊。你可以 啊，你可以开这台去啊。没有。没有、啊、没有，我没有要坐啊，是给他们坐。你现在讲话声音不是在偷吃东西，就是刚拔智齿，到底是哪一个？我长智齿，痛痛的。乱讲！哦，我帮你拔。不要！我真的在长智齿啊！真的在长智齿。你拔长智齿？我真的在长智齿啊！那我帮你拔、啊。嗯，还没长出来呢。还没有长完整哦，还没长完整呢、啊。很好哦，哈！吃东西就承担就好。我累了。哎、欸，奇怪，五十趴为什么不能那个？我为什么不能大便呢？好像有人被我卡住喽。三小、你在跑啊？欸、我出来喽！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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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我！救我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哇！我打到你吗？现在是猎羊环节，是不是？好可怕，好可怕！打猎喽！打猎喽！打猎喽！冷静，冷静！为了打他，刚射了大概300块的子弹。回来了。那、啊、我东西放哪里啊？放车子里吗？你也可以啊。你这绕跑了 ，BB。大部分就是。衣柜里面有那个有弓箭，有复合弓。啊好，我等下拿。我还有箭，走，我们要猎羊了。啊、哦、好好好好，我马上拿。啊，准备好了，行情打猎季节。他不跑去哪里了？我看他，我看一下他的实况。OK。开始构思。你到马路上啦！哎呦，哎、欸，这个箭 OK 吗？哇，下去！就在后面直接看天空，他也不知道他骑到哪里去。有没有缝纫的东西啊？这边还有很多啊。回家，是我的家吗？还是我回家拿给你呢？他回不了家。哎呀，突然想回家一趟啊！没有，我上锁了，他要自己来拿。烟花怎么还没回来？好想烟花啊！真的，好想烟花。哇，这样不是很？油条，我把他的脚踏车骑走了，快点，他在外面。油条，快点！我的天哪、啊！他不是去煮东西的吗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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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B，BB，我收到了，BB，我收到了，我收到了，我收到他小腿了，我收到他小腿了，敲他，敲他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他真的要死，他真的要死，你讲好可怜哦，
有要死吗？没有吧，还没吧。这个勇敢就不太一样的叫声。哎、欸，我救不到，我救不到啊！哎、欸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先不要动，先不要动。我觉得这个不就不用治了吧？这个直接不行，得治，得治。要治，要治。怎么可以让他这么轻易的死掉？他肚子饿，给他吃东西。OK， 我把他的流血伤稀释治好了。刚那个叫声到底是怎样？哎、欸，烟花，那个剑技的还我。哇，杀人诛心呐、啊！你先把那个烟花包的绷带偷偷拔掉，他就会死掉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过分哦，丧心病狂！你们他妈太过分！我不是烈阳的那一个。不是我没有烈阳啊，你这个我也没有啊，我也没有、啊。方法很邪恶、欸，对呀、啊。我只想说，怎么还不回家？担心他、啊。我刚刚看到 VOD， 他那个到底是哪种动物的叫声，我都分不清楚。嘿嘿，统治世界。